的爱有种魔力，会让人胡思乱想着迷。遇见的那天，我们的感觉安静又透明。我知道爱是种魔力，不经意就会被点击。到后来才发现，是你的出现让世界美好而又甜。哪条好看？嗯，也对，像我这么完美的人，配哪一条都好看。不走是要见什么重要的人吗？今天晚上有个慈善晚会，你也去看看吧。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，不知道你适合穿什么样的，都试试吧。毕竟走在这么完美的我身边，你也不能太逊色。下一套。就他了。杨经理今天真是与众不同啊。钟秘书是第一次来这种场合吧？不用紧张，就当见世面了。哼，老娘当 CEO 的时候见多了，就知道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嗯，不总，今天就让钟秘书陪着您和大家见面吧。那你可要失算。当然。请。好久不见啊。哎，小布总好。忘了介绍了，这位是沈氏集团的千金沈明威，在工作上可没少帮助我，但是说起来也怪，他说我身边总有贵人相助，说的我好像没有能力一样。这位是钟秘书。你好。你好。小的时候啊，动不动就找我爸告状，好像我欺负他一样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太臭屁了，从小就是个讨厌鬼。后面多聚。小布总。湖山美艺的唐总，前年新宇艺术馆的颜料供应商，身价6亿。哎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唐总，上次在庆功宴上见过你，家父可是一直称赞你们的颜料在国内首屈一指啊。小布总意气风发呀，这次回国你父亲可高兴坏了。颜色长新，感情常在嘛，有空多来我们分公司坐坐。哎，一定一定。1点钟方向 ，H 区的总裁袁总，他们新推出了一款情侣手表，卖得很火，身价30亿。袁总，久仰大名啊！听说贵公司新出的一款手表卖得非常好，我好多朋友都买了。哦，是吗？谢谢啊。请问你是？光宇的布衣剑。应该认识家父不光宇。哦，你就是小布啊。哎呦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小布总，给你介绍认识一下，这位是城市公司的总经理程总。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。
小吴总真是相貌堂堂，年轻有为啊。总，董事长发消息说有急事找您，不好意思啊，先失陪一下。失陪了，程总。你怎么突然把我带出来？刚刚那个陈总风评很差，总是欠工程款。这次准备的挺好啊。哎，你是不是瞄准秘书这个位置已经很久了？我可是总经理。三天前，一切和现在不一样。这几家公司的数据尽快整理给我。好的。钟总，钟总不好了，老孙在天桥跳楼。告诉他20万已经是极限了，要么去别的地方跳，要么赶紧给我下来，别在这丢人。啊，这组的资料赶紧给我。好的，钟总。钟总可真不是一般人啊，这种时候了还能淡定处理工作。有话直说，我很忙。你这么处理老孙的事儿会不会太无情了？你就不怕寒了大家的心吗？杨经理怕是误会了吧？这里是公司，不是慈善机构，没有办法给公司增加效益的人，难道留着你养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那你总不能让老孙去别的地方跳吧？当然是去别处了，在这跳多影响公司的股价，这你都不知道。再说了，他要是真的想跳，也不会群发一条消息告诉大家。这么老实的人，也不知道是被谁出了这么个坏招。钟总好。钟总，你都没投票吗？恭喜啊，钟总。怎么还是投到了总经理啊？你还真信投票呀？做做样子罢了，人家业绩摆在那里，再不得人心，老板也是向前看的。以后还是要多业务往来。好的。哎呀，那他不是三集团的大公子吗？我小肚子，太子爷回来了哎。不去打个招呼吗？我的位置可不是靠关系冲上去的。还是你怕太子爷回来之后，你这个总经理的位置啊就坐不稳喽？想不走？你还是这么的气质非凡。小不走，远道回国辛苦了。这位是？啊。这位是南疆分公司的钟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回国，公司人太多了，对这里不是太熟悉。小布总刚回国，公司上下部门众多，业务繁杂，小布总可能一时半会摸不清门路，可别累坏了。我怎么才能够回到过去，回到曾经看烟花为我们而亮起，你是否还会怀念我们绚丽的记忆？我拿什么才能够换回你？也许这场梦做的是我太过用心，这是个秘密，谁也不能随便听。